终于啥手续都准备好了，哎呀，这画完是带劲哈，走吧。去哪儿？去哪儿啊？回俄罗斯上哪儿？你不开车？不开车，那打车去。去政府大厅，走吧。到了。复印手续老多了，拍照拍结婚照，以前都是在那个政务大厅里边，现在不知道为啥要出来了。 Hello， 照结婚照。嗨，真的等照片，他乐了。我们把所有的复印还有照片整回来，人家不给办了，说中午休息了，下午又怎么办？吃饭去，你们俩也行，你们俩这二婚是不是？下午办吧。嗯，想吃啥点啥。我们俩，我们俩第一次结婚的时候就吃了一碗面条子，没有钱，穷叮当的。这回想吃啥点啥，吃完完了再办结婚证，正好已经造上了，还有菜没上齐呢。刚才我媳妇儿不开心，就是因为饿了，现在吃上就得劲儿。我老了不好看。没事，你老了不好看，我要你，你怕啥呀？就是你咬我。是不是？不咬的话，我不好。是吧？你看，还得我，关键时候还得趁。别人都白扯，吃吧，走，还有菜没上来呢。吃饱了，继续办结婚证。没上班呢，还在班，等一会儿吧。哎，快点的你，兄弟姐妹们，完事一套，凑齐。办完了，啥感想？想说点啥？回家，就是换了张纸，合法的又合法的。嗯，我们俩马上呢，得出去溜达溜达，度度蜜月，是不是？出去溜上三亚。我不但去溜达。为啥不溜达呀？我有两只狗，那个等我马上来。谁结婚不出去溜达溜达呀？你这老破狗，哪儿去不了？就是有啊。你不去我就自己去，我跟别人去。你自己去，你不要还去溜达呗。你咋这么差劲？